Hello， 水瓶们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超新萌宠菲菲为我们带来了两颗，这是我们的奥特蛋，这是我们的黄色的奥特蛋。这是我们的奥特曼头像，两款头像，不同的头像。现在把我们的奥特蛋把它扭开，这是我们的食物，这边这是我们的不倒翁，